是关于今天那个国民党要开全台的那个议会党要做一个也串联要反核时，那您会不会一起响应一下？其实我对核时影响非常清楚，守护人民的健康一定是第一优先，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的把关，反对核时，尤其只要有产品健康疑虑，对孩子会造成任何的一些大家怀疑的地方的话，就不准进校园啊。我们会在所有的营养午餐的企业里面对这些议题相关的联电，所以让我们的食品安全守护，让市民朋友能够健康，绝对是我们要严格落实去